很怕家人看到。家人，我觉得他们好像不想跟我讲话。他们假装没有这件事情。给他们看过了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自己好像也会觉得会被骂。当时艾荣71岁的父亲是4号下午4点多骑着机车在工作，结果一辆临停汽车突然切出，艾荣父亲为了闪车摔倒，先跟一旁直行汽车碰撞，再跟另一辆机车二度擦撞，没想到临停汽车驾驶却肇事逃逸。在爸爸出车祸那一个月，我很多工作都退掉，就觉得自己好像平常没有陪到他，就真的觉得要好好的珍惜跟家人相处的时间。他有一天主动跟你说想要看你写真集，你会给他看？把他好像卖完了。旁白哥抱抱艾荣铺72岁爸脑出血近况，喷火写真集问世不敢跟他说。是台啤永丰云豹的人气啦啦队员艾荣写真集卖得好，半个签唱会除了穿的辣还是辣，还可以吗？因为我知道就是很多粉丝他们都从全台各地跑过来，甚至有国外的朋友，一定要准备一件有诚意的美的锁骨，因为每一次只要我露出锁骨大家就会很惊艳，哇你的锁骨好美哦。去年我录一个外景节目，然后那时候特别锻炼身材，然后就觉得哎，就是这个时候体态我觉得可以记录下来，一周2次之外，然后我自己在家里每天都会运动，已经着重在肚子，因为我真的是一个超爱吃的女生，很怕家人看到。我其实算是蛮独立的女生，所以就是可能我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没有先跟他们讨论过，我觉得他们好像不想跟我讲话。他们假装没有这件事情。给他们看过了吗？没有。完全没有。我自己好像也会觉得会被骂。当时艾荣71岁的父亲是4号下午4点多骑着机车在工作，结果一辆临停汽车突然切出，艾荣父亲为了闪车摔倒，先跟一旁直行汽车碰撞，再跟另一辆机车二度擦撞，没想到临停汽车驾驶却肇事逃逸。爸爸在加护病房治疗，锁骨跟几根肋骨断裂，脑出血状况较危险。现在就是在努力的复健中，可是就没有办法回到像以前那样健步如飞的样子。在爸爸出车祸那一个月，我很多工作都退掉，就觉得自己好像平常没有陪到他，就真的觉得要好好的珍惜跟家人相处的时间。他有一天主动跟你说想要看你写真集，你会给他看？把他好像卖完了。三立娱乐新闻女儿乖呀报道。